讲，今天是平日，也是我要来公司上班的日子。那每次来公司上班的时候啊，都在附近吃午餐，所以我就想说，之后频道可以开一个系列，记录我吃的午餐，这样子也可以逼我自己去寻找新的店。那今天呢，就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集，我还没有决定要吃什么，等一下边走边看看一下有什么感觉，蛮好吃，然后又没有很贵的，就进去吃。那我们走吧。好，我现在走到一栋大楼，它这一栋大楼好像全部都是吃的。那我现在在看的有 Soba、 荞麦面跟天妇罗，还有印度咖喱的店，怎么办？每个感觉都很好吃，我直接下去看一下。每天就这个中午的时间最令人期待。旁边也有中国料理耶，感觉超好吃的。可是我今天想要吃荞麦面和天妇罗，今天吃这里好了。我这次来的是在公司附近大楼的荞麦面天妇罗店家。在台湾的时候是几乎不吃荞麦面的，但是来日本之后呢，就非常的着迷上荞麦面。而像这样子荞麦面跟冻饭的搭配，也是日本很多上班族欧记上的最爱。作为午餐系列的第一集，刚刚好。好，大家，我现在已经到店里面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菜单。他们这里呢有午餐的特别菜单，我近照给你们看。这家店呢叫做青兰，应该是 Aono， 然后它的午餐的定时呢都是850日元起跳。那有分成蛮多种的，有亲子冻跟荞麦面，然后咖喱冻跟荞麦面，还有布拉吉冻饭跟荞麦面，还有尾鱼冻跟猪排冻，还有天冻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价钱都还蛮便宜的，就是850日元起跳，那最贵的话也只有1280。那下面呢是季节限定，那下面季节限定比较不一样的是，他们的饭是炊饭，就比较贵哦，1300、1350。看起来也很好吃，可是因为我今天很想要吃炸虾。Soba也有四种可以选，有温的跟冷的。温的话呢，就是大家看到像汤这样子。那我个人吃 Soba 是只吃冷的，所以我就点这个。那它蛮贴心的，下面都有附英文。当然这边也可以单点，大家也可以选择单点。看起来超好吃的啦。然后这边是另外的菜单，这个感觉很好吃哎，胡麻酱沾 Soba， 这个应该很好吃，而且它还说可以防隔天宿醉。然后是冷荞麦面。那我刚才还有看到他们这里有一个期间限定的炸马吉手吧，那日本的店家都会附一杯水嘛，都是冰的。好想喝热茶。因为午餐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，所以通常都会速战速决。本来很多人都是会一起出来吃饭啊，可是也因为疫情关系，大家就觉得比较近距离接触比较好，所以现在都是分开吃饭比较多。给他看我的定时，比我想象中的量还要更多。我本来以为这个天冻的饭会蛮小的，就没想到还蛮有分量的。那它这里呢有两个炸虾，还有茄子跟秋葵，然后是Soba， 我最喜欢吃冷的 Soba 了。然后 Soba 的酱，还有 Negi， 还有葱跟芥末。那这个呢全部都是要加在这个里面吃的。好，那我就先来用酱好了。酱的话呢，吃 Soba 的时候有专门一个来沾 Soba 酱的小杯子，然后把这个酱加进去。把 Soba 酱加进去之后呢，再依照自己喜欢吃的分量把葱跟芥末加进去。我的话是都全加，我非常的爱吃芥末，就是吃寿司也是一定要加芥末。我们当时没有到很喜欢，是我很喜欢。那我先吃看我最想吃的手把。我跟文章有时候啊去那种天冻店，我都一定会点手把，可是文章都是点乌龙面啊之类的。它的面是我喜欢的面哎，是偏硬的，我非常的喜欢吃硬面。那接下来呢，来吃我的天冻。天冻呢，那个是威士忌啊，可是我不是秋葵，放弃了。他们的天冻酱很好吃耶，第一次来这家店才到饱。对焦有对到吗？大家看它这个里面的虾肉还蛮大的，
是耶，还好我点天丼。其实我刚刚也在犹豫要不要点猪排丼，但是因为想吃章鱼，还是点天丼，点对了。然后刚才没有介绍到啊，在位置旁边还有这个七味粉，就是辣辣的。其实频道拍这个系列真的是不错，因为这样子我就可以逼我自己去发现新的店，不然每次其实都是吃差不多的东西，就蛮可惜的啦。多享受现在，所以这个系列呢之后我就会更新在早餐道这附近好吃的午餐店。因为这家店拍影片不会很害羞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吃饭吃到一半，他们送茶来，而且是每个人桌上这样放一壶，想喝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喝。哇，我刚才开始都超想喝茶的，反而以为没茶还有一点伤心，还好有茶可以喝。他们附的茶是烘焙茶，就是枸杞茶。枸杞茶是我在日本的茶里面很喜欢很喜欢的茶，开心。我觉得这个量啊，对一个女生来说有一点多。还好我今天没有吃早餐，不然应该吃不下。完食，好，那我吃完之后呢，给大家看一下整间店的环境。整间店大概是这种感觉，算算也蛮大的吧。好，我已经吃完饭出来了。那我刚才那样吃的话，一份定食是1155日元含税，而且我刚才出来之后发现隔壁的中华料理排超长，哎，一路排到大楼路口那一种。然后下次我想要试试看那个中华料理，这么多人排，不知道是有什么特别的，很期待。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这个系列应该会一直更新下去，更新频度不知道啦，但是只要我有吃的话，我就会去。那我休息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差不多要结束了，我就要回去上班了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下次再看你吃什么东西，可能吃个麦当劳也说不定了。拜拜。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